停停停停停，不管是怎么样啊，千万不要这么拆压板，只会把铝壳给砸坏。今天呢，我来教你，只需要把芯片换上，装上新款的压板螺丝，上面是个螺丝帽，下面是个压板，一体成型，特别安全。随便找个钢丝钳，找个扳手，找个套筒，都能拆，都能装，特别的好用。就这样的螺丝两个，还送一个扳手，想要的点击左下角。